福音，我会用第二篇福音。愿主同你哋同在，也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攻读圣约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住所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到的话，并不是我的，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。但那护卫者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，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。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请坐。今日的福音，我故意选择读第二篇。这篇福音呢，原本呢在复活期第六周就已经读过，但是呢那天呢我讲到的时候，我有第二啲更加想讲的嘢，所以呢就复活期第六周呢我就冇讲到。其实这篇福音呢我都好想讲嘅，咁就天主意思喺今日圣神降临之日呢再一次出返嚟，咁就有一大段都係喺复活期第六周出现过嘅，所以今日呢我就可以讲返第六周嘅福音，又可以讲有关圣神降临节嘅福音。首先同大家去反省一样嘢。我哋有时我哋话我哋听耶稣嘅说话，听耶稣嘅命令，守天主嘅戒命，耶稣都叫我哋要守戒命。但当我哋做唔到嘅时候，我哋会点样反省呢？我举几个例。我主人，我唔去离散。跟住呢我哋反省，我懒啦，我贪玩啦，有人约咗我去街我去街啦。我话我懒贪玩。又例如我唔能够去宽恕人。我唔够大方啦，我唔够包容啦，我冇爱德啦，我唔能够宽恕人。又例如我发脾气，发脾气我自己唔够忍耐啦，我判断人啦，所以我发脾气。当你有呢啲毛病嘅时候，缺失嘅时候，主耶稣叫我哋做嘅嘢，我做得唔好嘅时候，我哋会咁样反省。今日呢我同大家由另一个角度去反省一份福音。一开始耶稣对门徒说：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跟住第二段佢话：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跟住加一项又话：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所以我同你一个新嘅角度反省，就系、是、你唔去圣堂，重要主要嘅唔系因为你懒，唔系因为你贪玩，系你唔爱天主。因为你唔爱天主，唔爱耶稣，所以你唔去圣堂。例如我唔能够去宽恕人，你唔能够宽恕人，主要嘅唔系因为你冇包容冇大方，你唔能够宽恕系因为你唔爱天主。
你发脾气不是因为你没有忍耐，不是因为你判断人，你发脾气是因为你不爱天主，不爱耶稣。每一次你不去圣堂，其实就是你不爱天主。每一次你发脾气，其实就是你不爱天主，不爱耶稣。每一次你不能够宽恕，就是你不爱天主，不爱耶稣。每一次你追逐一些很昂贵的名牌的东西，不是你贪慕虚荣，是你不爱耶稣，不爱天主。所以每一样都是这样。所以 我用另一个角度跟你去反省呢，你的感觉很不同。是你不爱耶稣，不爱天主。所以耶稣一开始说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同小朋友讲的都是啦，你同小朋友讲嘢，听唔听妈咪啊？爱唔爱妈咪啊？听。咁听唔听我话？听。系嘛？你都咁教训小朋友啦。啊，你听唔听妈咪啊？听。咁点解唔听妈咪话？你都咁教细蚊仔啦，系嘛？男朋友、女朋友都系啦。我两样讲晒啊，费事你话我歧视啊。你听唔听我啊？咁你听唔听我话？男朋友、女朋友都系咁啦。不过男朋友、女朋友有啲例外嘅，嗰啲通常系无理取闹嘅嗰啲啊，天主嗰啲又唔同啊，男女朋友嗰啲例外啊，系咁讲嘅。不过佢有时嗰啲要求无理取闹噶嘛。天主嘅话，耶稣嘅话，你爱唔爱耶稣，爱唔爱天主，其实就表达在你遵唔遵守佢嘅话，包括你爱唔爱人。你留意一开始嘅时候，耶稣话：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们爱我，系众数。跟住第二段，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单数。意思是有些人不会这么做。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那不爱我的单数就不遵守我的话。所以耶稣都知道有些人会爱他，会做他做的，有些人不会爱他。你是哪种，自己反省。好了，看回那个结果，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住所。第一点就是，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爱能够唤起爱，而爱的回应带来更多的爱。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能够唤起爱，而我们这份爱的回应能够带来更多的爱。或者用一个更好的讲法，就是我更加能够，我愿意回应这份爱，我更加能够看到耶稣怎样爱我。我以前讲过，耶稣爱每一个人呢是一样咁多的啊，不过呢你收唔收到就在乎你啊。所以爱能够唤起爱，而爱的回应带来更多的爱，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天父，更加能够看到天父怎样爱你。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而我父也必爱他。再跟住就是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住所。天主藉着圣神要住在我们之内，跟着我们这份爱的回应，天主藉着圣神住在我们之内，
唔单止圣神啊，包括天父，包括耶稣，包括天主圣神，天主三位一体嘅天主住喺我哋之内。你点解活得唔平安？你点解活得唔喜乐？原因就系天主并冇住喺你之内，或者用翻我一个更好嘅方法，你并冇发现天主住喺你之内，所以你唔平安，你唔喜乐。你唔平安，你唔喜乐嘅原因系你唔发现天主住喺你之内。你唔发现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冇听天主，你唔爱天主，你唔爱天主，使到你唔愿意听佢嘅话，使到你唔系跟佢嘅旨意去生活。服从系真爱嘅证明，而服从由真爱所流出。虽然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那里作我们的居所。今日圣神降临节日，就正如我哋开始所讲，每一个节日，每一个瞻礼，唔系我哋身外嘅一件事。每一个节日，每一个瞻礼，都同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有关。圣神降临节，更好话系一个直接属于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瞻礼。我开始嘅时候，其实开始嘅时候，我问你是否觉得你今日庆祝紧一个直接属于你嘅一个瞻礼？你唔觉嘅话呢，就真系可惜，真系可怜。今日系一个直接属于你嘅瞻礼，因为天主圣神居住喺你之内，引发你去做天主要你做嘅嘢。如果我哋相信天主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工作拯救我哋，我哋都要相信天主藉住圣神嘅工作转化我哋。早几日我哋神父聚会分享今日嘅福音，圣神降临节，有本书呢用五旬节主日，有个年长神父啊，少少牢骚啊，不过佢嗰阵时以前个培育唔同我哋啊，冇知咁多，少少牢骚。圣神降临啊，圣神降临呢，点解五旬节主日呢都唔知系乜？五旬节主日都唔知系乜？圣神降临啊，圣神降临呢，老神父啲牢骚啊。咁就其实佢唔同我哋嗰个年代培育，所以唔知道啊。点解叫五旬节主日？其实呢，耶稣嘅最后晚餐、逾越节晚餐，就系或者跟住佢嘅复活，其实呢啲冚唪唥都同犹太人嗰啲节期有关。犹太人嗰个农耕社会啊，咁样就逾越节系佢哋即系庆祝收成嘅一啲节日啊。五旬节啊，复活节之后五十日，五旬节五十，五旬节本身都系犹太人佢哋庆祝收成嘅节日，佢哋感谢天主赐俾佢哋肥沃嘅土地，使佢哋能够有好嘅收成，所以五旬节系犹太人嘅收获节，五旬节都系教会嘅收获节。如果你睇翻《中途大使录》，五旬节日咧有几千人归化咗，所以五旬节日、圣神降临节日。圣神降临喺教会，圣神降临节就系教会嘅收获节。圣神降临都为我哋每一个人喺天主眼中系天主嘅收获。你是否？我是否？佢是否？天主嘅收获。如果你认为你系天主眼中、天主手上嘅一个美好嘅收获，天主圣神已经活喺我哋之内，我哋今日呢，我哋又有好大条道理，好匹配咁样，好开心咁样庆祝呢一个属于我哋嘅节日。如果你唔觉得你系天主眼中、天主手上嘅一份美好嘅收获呢，如果天主圣神
冇喺你之内继续去转化你呢，对唔住，今日你可能唔觉得为你有咩特别，因为主耶稣同埋天主圣父并冇藉住圣神住喺你之内。祭台上嘅大蜡烛代表住耶稣基督佢复活嘅光嘅蜡烛，喺复活节开始连续六个礼拜燃点咗喺度，六个礼拜啊，七个礼拜差唔多啊，七个礼拜燃点咗喺度。下个主日你唔会再喺祭台见到呢支象征住复活嘅基督嘅烛光。呢蜡烛有啲圣堂会摆埋咗，有啲圣堂会摆喺圣水池嗰度，等待有人领洗嘅时候咧，再次燃点着。于下一个礼拜嚟到，你唔见到祭台上有呢一个复活嘅基督呢、这个烛光。不过呢、这个烛光并冇熄灭，呢、这个烛光应当继续喺你、喺我、喺其他弟兄姊妹嘅心里边燃点着。所以下个礼拜你唔见到呢个烛光，望下自己，歪开个心睇下里面有冇点烛光喺度。如果冇呢，问下自己点解呢度有冇，呢度有冇。所以呢个烛光应该喺你心里面。所以下一次下一个主人你再嚟嘅时候，你见唔到呢个烛光呢，问下自己同样基督嘅光是否在我心里面燃点，天主是否藉住圣神居住在我们之内，我们是否爱天主，我们是否听他的话。当然听他的话包括去聆听，去认识，去明白，去反省，去记住，去生活。天主的话，圣经的话，究竟你是否努力去聆听，去明白，去反省，去记住，去生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很难，你很难告诉人听，你去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去遵守主耶稣的话，你很难去显示到天主藉着圣神居住在你之内。下一个主日你好难发现这个烛光在你心里面燃点着。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宣示我们的信德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圣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。他因圣神又同贞玛利亚取得肉躯，以圣为人。他在判着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，他还要光明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光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控发，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，同享光明。他曾藉先知们发言。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。我承认赦罪的圣誓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
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让我们怀着这份信德，诚心诚意向天父献上你的祈祷。请为教会祈祷，求天父使每一位信友都珍惜主所赐的不同神恩，为传扬福音、建设教会加以善用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